看这三只狗很开心在这边玩，那个应该是它的主人。哎，这三只都是你养的哦？都不是我的狗，都不是你的狗。这两只跟我来，但哦，是在这附近的。哎呀，他们很开心呢。哎呀，看他们玩得很开心，我也是你养的嘞。把它拍下来，嘿嘿。穿这样不冷啊？我骑那种车不会的。哦。哎呀。很重吗？重材啊。重材哦。哎呀，啊，那种运动的交道。嘿嘿。哎，不可以。你惊到。爸，有时候狗有没有？它看到你有拿东西，会比较害怕。有戒心了，因为他是在，他们都在外面跑的。乖乖乖乖，这狗先给它闻一下就好了。哦，你看，但是不会的。你刚刚其实嘛，这狗注意。早期啊，我叫放心啊，我都。动物它很单纯，没啊，不像咱人的社会安尼。人讲害来害去，好，有得钱就要跟你害。有一点点的情绪的话，就不一样了。哎，我因为很忠心的，因为他们寿命也没有长，就因为我自己以前养很多狗，然后后来没时间，就只养流浪狗，后来变成这个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没有，现在就是固定了。哦，固定太难了。一个他们，一个小白小，一个小白小黄。小黄啊，然后，来这里，来这里，这小黄还有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小白。小黑比较怕生，他跑出去玩了。那个住在附近的狗。哦。来趴下，趴下，你看，趴下，趴下。我拄啊来时，也不天光，啊大鹏，我咧徛去面顶，佫徛倒啊。哦。啊！你对在对倒位来？皇家。哦。吓！啊，半暝徛伫清水遐。啊啊！安尼袂险。我拢徛长途，徛习惯啊。哦，安尼吼。我平时啊做事都无闲，我同家开店啊，拢足无闲的。你开什么店？我是银饰店，个帮人穿洞的。哦。嘿。打洞。无纯粹只做贷款的。好好，我穿的跟人家不一样。这个是比较特殊的那种像的职业吧，我是中部一个落空很有名的一个人，大家都全省的都十来个落空，我就落了。好，有落嘴啊，有落嘴皮，落嘴唇的眉毛白的也有，啊，不然耳朵经过大空了呢。你有很有天分哦，吼！我伫皇家做29年啊。你皇家几啊嘛？二十九年啦，嘿啊！我食大学门口遐。好。啊，即摆是用一挂专业技能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因为有人像落坑落了，甲人搭去话落甲烂去的衫，咱就帮伊处理。哦。免费帮他处理。嗯。安尼，我是感觉伊咱做久来对无？嗯嗯。啊，身体嘛袂歹。啊，人客个，帮我介绍人客，啊，落做一挂回馈需要帮助的，安尼。哦，安尼无简单，你的想法。我是感觉安尼，有捌到一个朋友的啊。嗯嗯。嘿啊，啊，弄还好，平时帮人用。嗯嗯。啊，所以我就当做阿姑，外面行无生理算。哈哈哈。我卖去讲开，同行看你生理好，那就别看，我拢给你开。哦。
就像做讲迄意思同款。那也无甲安怎呢？我身体好，拢袂煞你。伊来像伊安尼做嘛，身体蛮好啊，不过就袂，就比做小可啊，啊，甲人家小聚聚是安怎领导代志？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啦。系啊。哦。啊，其实哪有安尼，像你安尼做，像我安尼做就快乐个呀。系啊，像。虽然足无闲个，我半暝出来开地面嘛，足快乐个。哈哈哈。系啊。啊，等下休息睡觉。休息一下，然后等客人打电话叫我起床，我就起床。哦哦哦。伊大家拢计是我过年休困，其实我无休困，啊有需要帮忙啊嘛是，敲我电话，我就出来加接嘛咧。哦，系啊，无简单，无简单。我主要是落只狗啊，啊狗有看你去摕物件，吓惊，吓惊啦。只只拢有戒心啦，因为只狗有定，有时候会被打。像我早。捡一只流浪狗的，两个饲去饲下狗嘞，结果一只狗是向拍，啊拍个会惊呢，啊后来饲过年了，也肥的，来来来来来，都不能舔，还一只黑的嘞。来了，只乌的人敢若过冻，较无暖啊，较吹寒。我遮一个太老，拢徛迄款的，迄个老啦，拢徛迄款皮马，迄款自动车，遐徛得紧的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他們不能騎很壞，他們就沒騎。欸，有掛牌的。你看呢，就一個什麼自行車名。可能不是車牌。那算體馬的牌。啊，有時候騎得很快，我是感覺這樣還不好。因為這裡有很多人在這裡走路運動，沒在這裡跑步的。有啦。對。啊，這裡，跟牙庫在這裡嘛。啊，看当时啊，黑月老拢伫遐扛吧，啊，伫遐啉酒，安尼真安尼真无好。哈哈哈。嘿啊。啊，你敢定来这边？我来遮七八桌啊吧。七八桌啊。嘿啊。安尼今日算我那有闲了吼。我到平时啊，拢车会到来。啊，当时啊，买啊嘛来。啊，当时啊，就是下早骑清水，无就骑大家好多顿来，等下烤鱼再来。嗯嗯。啊，等下伫东大路边遐转去。啊！第个接西屯路，搁等于放假呢。我都路拢啊，徛无同，安尼啊趣味啊。一狗少年狗，一只四十岁啊，少年，我一只少年。啊，哎哎。这两只是母女。嘿、欸，母女啊。高母甲高。这只。嘿嘿。这只是。老母啊。这只老母。嘿嘿。对。嘿。原来是安尼。今仔个两只无出来。嘿。无拢。一家四口，嘿，还有两只公的，对哦。啊，多一只是因囝。嗯，是因只都带你附近。这环境袂歹，我是讲后盖去来遮看摊买一个来遮，有一块地摊种一挂水果啥呢？哦。啊，种一挂菜，因为我老母在种菜的。嗯。嘿，创一个所在好耍。啊，等下给我当运动，伊嘛在运动诶。嗯。原来这两只狗是母女，那只是妈妈。嗯。啊，这个是查囡呀。嗯嗯。这是查囡。我继续来骑啊，想讲拄仔看你到底要算嘿，拜拜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我计是你饲诶咧。
看，我要使出我的厉害的招式了，单手骑车，一手露营。看那只黑狗在那边。狗子，刚刚那个是战车公园，在那个地方，然后这边一直过去可以到中科的都会公园。那等一下我要由东大路回去。好炸！好炸！看这种地方的人都很有人情味啊，都市人不会这样子，他们根本不太想理你，他们只会觉得你怪怪的而已。好炸！容易，容易哦。虽然都不认识，可是大家都很善良。我比较喜欢跟乡下人交朋友，不喜欢都市人。都市人就像刚刚那个先生跟我聊天的，就是心机也重。你看，这个也是昨天放鞭炮留下来的垃圾，很糟糕。那些狗囡仔就是这样子的。发现摔车，看中科在哪边？有答，应该再过去一点。老炸，新年快乐！好炸！我这样子拍你们应该比较清楚。你看，这里环境其实不错。看看那个，你看后面没有人，可以这样拍。现在是行车记录器模式，下前面就是那个溜滑梯的地方了。
的配件买齐，就不用那么累了，可以夹着，然后随时可以拿起来拍。好炸！新年快乐！这附近的居民都会来这边运动，因为环境比较干净，也比较安全。你看，从科园区往都会公园。你是练跑步马拉松的呀？对哈、哦，拜拜。我骑多腿啊。还是期望在这里，加不着调。这边带小朋友来玩溜滑梯也不错，大朋友也可以溜，但是我是不好意思溜。那么早应该还没有人会出来这边溜。中科，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那么早还没有人出来溜。如果年纪太小的小朋友，你们最好陪着他一起溜下来，比较不会危险。然后这边的纸板也是给人家溜滑梯用的，如果怕脏掉的话。好的，今天就爬到这边。该回家了哦。气象报告说这几天天气不错，可是阴阴的空气表示不太好。好的。